建筑设计这么难，突然让我有家的感觉。金斌，等我回来，做我的王后可好？高楼大侠，不行啊！我叫展昭。美女，还差一双高跟鞋。看着吗？我妈别名铁扇公主，一般人称大老婆，专收拾你这小三。先是把项链吊在车上，但是把电话号码留给我。搁到偶像剧里，应该是段美好幸福的开始。难战，看到没嘞？看到没嘞？哎，想不想我问你？你之前跟警察在一起了，我不能违背兄弟之间的道义。